东路二段有一条巷子里面呢，大楼的外面悬挂了抗议布条，住户抗议殡葬业者进驻，让他们相当不满，而引起了反弹。不过业者说，我这里只是当一个办公室啊，没有道理要我搬。不过呢，这个地址其实是不能够设置殡葬礼仪服务业的，就算是当办公室也是不可以。 挂上抗议布条，坚决反对殡葬业者进驻。原来是殡葬礼品社计划在一楼设点。住宅区怎么可以这样？然后谁愿意说整天开门就看到重金，开门就看到哭哭啼啼？我们都会心里毛毛，然后再来就是房价会跌最少3成。好，但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这是住宅区，我们要很安心。住户察觉一楼有工程施工，发现是殡葬礼品社，希望业者。 走，不过业者已经和房东签约，也花钱装潢。市府都发局说，现场是第3种住宅区，不能设殡葬礼仪服务业，就算当办公室也不行，否则按照都市计划法，可以最高罚30万。目前的话，我们在那边只有办公，我讲得很清楚啊。 嗯哼，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法律程序，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？ 白底黑字布条悬挂大楼外，住户们坚持抗议到底。尽管业者觉得很无奈，双方协调当中，目前没有共识。中央新闻刘亮和戴秋荣台北报道。